听觉行走，文化感悟，听世界，世界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《听世界》，本节目统筹策划陆明，监制林静，编辑厉爱芬，演绎谢涛，制作阿詹。虞姬回到了吴国，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。吴王朱凡这才知道吴胡庸说的是对的。阿乌啊，你是对的，杀千刀的晋国人敢忽悠我们。朱凡说起来很是气愤。吴胡庸就说了，不奇怪啊，大王，国家之间只有永远的利益，没有永远的亲戚啊，大国都这样。别看他们人模狗样，衣冠楚楚，动不动还念首诗，卖个书包什么的，用得着你的时候你就是朋友，用不着你的时候你就是一堆狗屎。唉，是啊，阿乌你说的对，但现在晋国人指望不上了，怎么办呢？大王，没什么呀，别说晋国人靠不住啊，就算能靠得住，也不能永远靠他们呢。任何时候我们得靠自己啊。靠自己？怎么靠自己啊？大王，虽说雍浦一战我们损失惨重，但也没有伤筋动骨啊。眼下我们一面派遣精兵准备迎接楚国人，一面训练新兵，据我想来，一旦楚共王下葬，楚国人就会来攻击我们。阵地战咱们不是楚国人的对手，但是打游击咱们是行家，就得用游击战术来对付他们。嗯，阿乌，你说楚国人会来打我们？一定会啊，大王。什么时候？秋天，秋收之后。吴虎庸猜对了，果然在秋天的时候，楚国继位的楚康王命令令尹子囊率军讨伐吴国。那这一次仗又打成什么样了呢？跟随文人的脚步，听世界，听世界。子囊率领楚军浩浩荡荡讨伐吴国。在子囊看来，吴军主力已被歼灭，眼下元气大伤，一定没什么战斗力的。果然楚军一路挺进到了吴国的唐，在今天的江苏六合县的县西。吴军不敢出战，据险自守。养由基就建议了，令尹啊，我们还是引蛇出洞吧。结果呢，哼，引蛇出洞的结果是蛇打死也不出洞，怎么引就是不出洞。楚军人多，人多固然力量大，可是吃的多拉的也多。转眼十天过去，眼看吴军不出战，楚军又无法前行，子囊决定撤军。俗话说，伏虎容易纵虎难呐，跟吴国人打仗进攻容易撤退难，因为吴国人最喜欢的就是敌退我追。子庚对付吴国人算是比较有经验的，毕竟上一次打胜仗是他指挥的，他建议子囊要小心吴国从后面掩杀过来。子囊呢，打心眼里他就有些瞧不起吴国人，不过虽然如此，还是决定率领精兵在后面掩护大队人马撤退。于是楚国人就变成了子庚和养由基率领大队人马先撤，子囊率领精兵在后掩护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吴军尾随而至，不过看见楚国人保持警惕，吴国人始终不敢接近。前面的楚军担心吴军追上来，因此撤得也快，而后面的楚军因为时刻要准备迎击吴国，所以走得慢。渐渐的，楚军前后两军拉开了距离。
子囊率领殿后的精兵小心翼翼地撤，来到了高州。这里是一处山隘，两山之间夹着一个隘口，只能容得一乘战车通过。子囊盘算着，好了，过了这里再砍伐一些草木过来，就在山隘口点把火，看吴国人怎么追。其实这是一个好主意，确实是一个好主意。刚想完，天上就开始掉草木了。子囊吃了一惊，啊，难道老天爷居然听到自己自言自语了？还没想完呢，天上不仅开始掉草木，而且开始掉火把了。很快山隘口一片火光，山上的呐喊声就传来了。子囊这个时候终于醒悟过来，从上面掉草掉火把的不是老天爷，而是埋伏的吴国人。吴国人封锁了隘口，并且从山上直冲了下来，后面尾随多时的吴国人也怪叫着扑了上来。子囊感叹一声，他知道自己低估了吴国人了。到了这个时候，除了逃命还能有什么办法呢？这个场景是不是看起来很熟悉啊？后世《三国演义》当中诸葛亮火烧司马懿，是不是也是学当初的吴国人的呢？让生命的空间延伸，听世界。楚军冒着大火和吴军的箭雨，保护令尹子囊从山隘口向外冲，公子一构断后，拼死抵抗追上来的吴军。子囊弃车而行，在部下的保护之下，虽说免不了火烧眉毛灰头土脸，但总算是冲出了隘口，落荒而逃。而公子一构被吴国人团团包围，生擒活捉了。这一仗，子囊所率断后的楚国精兵大半折损。子囊逃出去数里，才碰上由子庚率领的楚军回来救援，总算是又坐上车了。连惊带怕加恼火，回到楚国首都之后，子囊就病倒了，而且病情急剧恶化，仅仅一个多月就已经病入膏肓了。临死之前，子囊找来了子庚，有话要交代。子庚啊，当今世界虽然晋国比咱们强，可那国家已经腐败了，没人愿意为国家出力，所以晋国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吴国这样的国家，狡猾残忍。我死之后，你一定要加固首都的城墙，因为吴国人迟早会打过来的。子囊吩咐完咽气了。按左传的评价，子囊忠，君轰不忘曾其名，将死不忘未社稷，可不为忠乎？如果不知道忠字怎么写，不知道最推崇忠字的古人心目当中的忠是什么样的形象，请参考子囊。中出现一阵太阳雨，把我记忆冲洗，不知不觉慢慢离开你，味道它仿佛流失，告诉你也许有点不在意，希望不太难去理解，分手终结了。
些所有生活的点点滴滴，重新去体会世界。放开双手，勇敢抱着雷雨，冲向我幸福的感觉落在眼底，陪我哭泣的泪都是因为。心里缠绕我。